告各位妹纸，瘦脸针千万不要随意打，因为打了之后会出现你从未想象过的严重后果。真的没想到打了瘦脸针从月半脸一下变成锥子脸，真的没想到打了瘦脸针不用 P 图也是上镜明星，真的没想到打了瘦脸针男友比原来更加爱你了，真的没想到打了瘦脸针你身边的女人会羡慕你甚至妒忌你，真的没想到打了瘦脸针一针定格完美，不开刀不留疤。瘦脸针小知识一，瘦脸针效果真的那么好吗？我们平常说的瘦脸针实际上是 A 型肉毒素针剂，可以作用于肌肉组织，阻断神经与肌肉的神经冲动，麻痹过于发达的肌肉，使之收缩，常用于解决咬肌肥大，从而达到瘦脸的效果。二，如何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打瘦脸针？并不是所有大脸的人都能打瘦脸针，只有咬肌肥厚者才适合打瘦脸针。紧闭双唇，尽量用力咬紧你的牙关，用双手摸牙关靠近脸颊两侧，如果脸颊两边出现又大又硬的情况，则表示你是属于咬肌肥厚者。注射瘦脸针不会破坏皮肤，不会产生疤痕，花费时间少，非常适合忙碌无法长期休养的职业女性。那么瘦脸针怎么打才能瘦得快美的久？与瘦脸的部位有关，瘦脸针是咬肌肥大的天敌，如果你是咬肌部位肥大造成的大脸，认准瘦脸针准没错。咬肌肥大自测方法，用力咬紧牙根，用手去按压两腮侧面，能感觉到咬肌又硬又大。 PS 针对性瘦脸才能瘦得快而有效，如果你是脸部脂肪多大脸，需要通过面部吸脂来改善，与个人情况有关，如果咬肌过于肥厚，对瘦脸的效果和维持时间都有影响。好比他咬肌异常肥大，那么需求量大，吸收快，所以注射量就要比一般人多，二次补打时间也要比别人快，才能一直 hold 住美丽小脸蛋。与注射时间有关，一般瘦脸针效果维持6到12个月，不想让别人发现你忽大忽小的脸，最好在咬肌刚刚开始恢复接着打。与医生的技术有很大关系，医生不但需要熟悉面部神经和肌肉的解剖结构，还对肉毒素的稀释程度、注射部位等都有严格的要求，多点位、多层次、分剂量进行精准注射，高效保护表情肌，自然微笑与小V脸两不误。